哥妹妹有意思。嗯，这样错了吧？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Shopping carts. It's goodbye, but we got one more night. Let's get drunk and ride around and make peace with an empty town. We can make it right. Throw it away. Forget yesterday. We'll make the greatest game. We won't hear a word they say. They don't know. Change our lives. It's so good to be by your side. We'll cry. We won't give up the fight. We'll scream loud at the top of our lungs. And they'll think it's just 'cause we're young. And we'll feel so yesterday. We'll make the greatest game. We won't hear a word they say. They don't know us anyway.这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还有周六的精华重播。我是 DJ 欧马克，我是玛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The Great Escape》就是来自于王谦的青春之歌《Boys Like Girls》。0223639955，0223639955。王谦今天的白毛衣非常可爱，好 Q， 好适合他哦。想抢来穿吗？我刚刚就是有在脑中抢过一遍，就是放在我身上跟放在你身上，然后我就发现跟我们都有点不太合，好像刚好是适合他那个身形的哦。Oh. 因为我穿可能会太长，你穿可能会太憋，因为他那个领口是。你是在想 size 啊？ size 不是挑大一点就好？没有，跟他的领口是有点小高领的，小高领配那个长度，对矮仔说，你小高领再加长度，你要抓那个比例。然后你那么高，我好像很少看你穿小高领的。我完全没有高领的衣服，怎么会这样？我需要，我需要往前脱下来。而且它就是前面有那个粉红的小字，跟它一些很大的黑色爱心，那一件就是。是因为那个衣服让他今天讨喜度更加分嘛？哦，他浑然天成的可爱，那件衣服真的选得很好。若是他服装是 A and R 选的，就是服装师选的话，很会选。然后就说我私服啦。啊，你在抓你的胸部，你很痒哦。我，你是不是又没有擦乳液了？早上今天没有，昨天晚上睡觉有。我不是胸部，我抓的是手臂，手臂后缘，就是要把那个奶子往前拨的那个地方。是不是一点点而已？
好了，没有，好了，不要再抓了。也不要抓后背，你带我去擦乳液好了。好了，手放下来。不过刚刚王谦说的那个啊，同样都是做音乐，然后你可能发现有一些国际 DJ， 他们可能现在这个年纪越来越轻，可能16岁就已经发行单曲，18岁已经在做世界巡回，然后如果你把你自己拿去跟他们比的时候，你会真的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生在台湾？对啊。但同样的这种社会比较，你在跟美国的 DJ 或是欧陆的 DJ 比的时候，你也可以想想，那如果今天你生在非洲嘞？或者今天生在中国嘞？对吧？就是你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我达不到那些人？就如果我今天生在美国，该有多好？可是他们的那个思绪可能没有办法，真的是往下，他已经建立一个，他就是要往上的，他就是要上楼啊。那个要怎么扭转？那个很难哎。那你一样，你慢慢练习。对啊，你练习，你可以提醒自己啊。还是要买些笔记啊。其实真的笔记这一件事情啊，是因为 我必须要说笔记事件，其实我也是完全不了解来龙去脉，就是我只知道哦，理科太太出了课程，然后再分享她的諮商笔，她还没出课程，就是募资募资阶段，连课程都还没录，要分享她的諮商笔记，然后就有人说，你这个说法有点瑕疵什么的，然后就再也没追下去了，就觉得。今年他很辛苦出笔记这件事情啊，其实一开始我有发几篇文章嘛，然后其中有一篇是在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分享我的諮商笔记，因为那个可能太真的很私密，太私人，然后或者是我写出来以后就是跟大家太无关了，然后也因为这件事情，我就回去看看我之前的諮商笔记，然后我就看了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发现可以分享哦，我写的是可以分享的哦。对，然后之后后面可能讲到自己的家庭或是父母的时候，也许没有这么愿意分享。可是前面的一些我自己諮商完了之后，我自己打的笔记都是蛮 general 的，是可以分享的过啦，就是对我来说。然后我也相信，如果是我今天要出諮商笔记的话，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反弹，因为根本没有人，对，没有人认识我，对，所以就是不会有这样的反弹。然后所以其实这几天我都一直有很想要发文章，逆风发文嘛，对，可是又是逆风发文，那逆风发文其实就是会被误解，想说啊，你就是有上过理科太太节目，所以你会帮他讲话，因为人的二分法思维实在是太明确了，你也没有办法好好跟他讲。然后我发了这个文以后，我能得到什么呢？我什么都不能得到，所以我就想说，还是当个理性的大人吧，就是没事不要淌这个浑水这样子。我之前也很常分享，就是我一个我自己的脸书私底下的朋友啦，然后他也是很常上这类型的课，然后他很喜欢。挖掘自己，然后去就是，反正我觉得他的文章跟他的人生是我非常喜欢追踪他的文章的。他也是就在刚刚今天吗，就发了一篇说，我想了很久，说我要逆风发文吗？他还是发文了，然后讲了他的看法。那他也知道，就他的同温层里面，其实真的都是跟他采取相反理论的。可是他自己有他一套说法，一样也是看完就觉得啊，可以好好整理自己，然后。说出自己的想法，看了就是很舒服。沿途的风景美，新鲜的空气我多吸点，调节着呼吸，听音乐，脚下才是经典。我越跑我越爽，好像有长翅膀，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我只在意前方是否显得痛，迎着风，我到底凭什么？眼看问题快追上我，他们围绕着我，烦恼着我，我燃烧着我的生命线，我跑快点，他们会不见我，按下 iPod 的 Power Song Run EDC Run。 Can't stop running running, won't stop running running, not stop running running, I'm just runningRun and run, 烦恼都减少了 run, 压力在后面我 run, 什么都不想我 run, 我继续 run, 不管今天下雨 run, 不管流言蜚语 run, 都要面对问题 run,
stop, 我只能 can't stop running, running, won't stop running, running, not stop running, running, I'm just running, running。我跑到了尽头，到了顶峰，这里没有更屁，冲在眼中，所有问题被我抛脑后，风景美得像是一场梦，为它停留，不想就虚伪的面具，不想留，我是不是在逃避什么？我不怕失败，终于想通，唯一的出口是往回走，忘记所有的恐惧，我不回头 ，run。问题迎面而来，像跌倒让我更强壮，面对所有状况把能量释放，我热得发烫 ，I run 和问题对抗。Can't stop running, running, won't stop running, running, not stop running, running, I'm just running, running, run。烦恼不见，所以 run， 压力在后面我 run， 什么都不想我 run。我继续 run， 不管今天下雨 run， 不管流言蜚语 run， 都要面对问题 run。我只能 can't stop running, running, won't stop running, running, not stop running, running, I'm just running, running。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陈冠希的 Running 跑逃，0223639955，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青春之歌呢？那首青春之歌有浮现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人让你带回当年的场景当中呢？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青春之歌咯，02-23639955 23639955。单纯的一首诗，怎么怀疑，怎么怀疑，都变成了讽刺。我想要说的，前人们都说过了。我想要。
来自于新裤子乐队，你都忘了你有多美。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今天的青春之歌时间，你有青春之歌要点播吗？02-23639955，23639955，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一听到就会想到某个时期的你？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某一件事情，某一段故事呢？某一段单恋。我在你家楼下看着你家的窗户，听了就那首歌。天哪，你是一个跟踪狂，你是一个变态，你应该要被逮捕。昨天我没有看完整那个日本综艺节目，就是有个片段，还要请一个专业的律师，然后我们在讲一些可能比较古老的，也许是昭和时代的歌曲，然后就是以歌词来说他犯了什么罪。因为那个感情可能是喜欢你，咬你的手指头一下，然后一律就说不行。就犯了，就是对不对？不行。然后或者是怎么生气，什么在职场的时候看到你，我就想到了什么什么的，讲到那一段不行，就在职场上犯了一些骚扰法。就是很像那个法律白话文有时候在做的事情，对，就是他会说什么口香糖会有什么法律问题，就完全不搭嘎的东西，然后他会扯到说煞有其事的讲，真的好笑。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嗨嗨。你好，我是台中啊，我是 Maybe 问，Maybe 问世代的人啊，我有一条歌啊，是想麻烦你们播一下。哪一首？Cotton Wheat 的。他称为棉花田，棉花田，嘿，因为那时候是我们好像年轻的时候，常常听到的一首歌，这样。哼，什么时候会听到？不记得，好像是高中还是什么，还是初中，忘记了。你说唱歌的人是谁？啊，他那个可能都不知道，因为后来就一直在上班了啊，现在退休了啊，啊，就是现在带孙子啊，吼。在开车的时候听到你们，因为我的那个车子的收音机都固定你们这一、这一。啊，你记得那个棉花田是谁唱的吗？不知道嘞。你刚刚不是有什么 cutting 什么的 ？Garden Field。Garden Field。Garden Field。棉花田吗？棉花。棉花田呢？棉花嘛，我们种棉花那个棉花。棉花不是梅花，棉花、衣服里面的棉花。对啊，就是我们那个棉花做衣服那个棉花。啊，你现在是要带你的孙子是不是？啊，我现在要去那个学校带孙子。哦，好哦，啊，我如果待会有找到就送给你喽。OK， 好，谢谢啊。嗯，拜拜。每一句话放在心上，才发现原来很久没这样。闭上眼看天空。看不见记忆中那种浪漫，而是那说不出我真的好喜欢你的遗憾。不是我怀疑，而是我在意，我只是在意你有没有一样在意我。到头来想着你的手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同样回到那个棉花田，不是说是谁唱的，谁唱他说Garden Field， 不是，那只是棉花田的英文歌名叫做 Cotton Field。 哦，那首歌就叫 Cotton Field， Cotton Field， yeah、哦、但是谁唱的 Cotton Field 怎么呢？那你 找歌名 Cotton Field， 没有人唱这首歌，我只能试试看播这首歌了，看待会爷爷会不会在车上兴奋一下。所有思念藏在这支笔，习惯了你习惯的每个伤，每个不掉，每个你不想要，人走了一样，什么都还在。闭上眼看天空，看不见记忆中那种浪漫，而是那说不出我真的好喜欢你的遗憾。不是我怀疑，而是我在意，我只是在意你有没有一样在意我。到头来想着你的笑容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见记忆中那种浪漫，而是那说不出我真的真的好喜欢你，好喜欢你啊。就算是过了很久，回到那依旧，情不自禁地想着你的笑容。欧巴的青春之歌。试试看咯。需要说，如果真的是开车的时候听乡村音乐，然后开在那一种啊没什么车的路上，真的是窗户要摇下来耶。但现在台北有点太冷了，雨打进来，不行不行不行。台中的爷爷不知道台中现在天气怎么样？前一阵子呢，看到了有人就是周末出去玩，然后坐高铁回台北，然后就在拍这个高铁的窗户的路上，嗯，我就发现哇。原来南部的天空这么蓝啊，很蓝，白云也很白。对啊，好了，刚刚听到这个是 Clearwater Revival 的版本。那在后来呢 ，The Beach Boys 海滩男孩也有重新唱过这首歌。
这窗里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不过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山水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夜凉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单飞不醉不归，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当时候尚未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琥珀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说好不消遣忘掉，煎熬花间里犯了错，把所想迷恋进化岁月的无聊，花间里犯了错，请原谅我多情的打扰，我的山水全部褪色，褪了色，多情的打扰，请原谅我、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在那花间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段落，哥哥妹妹有意思要为你送上这一首新歌，九令有新歌耶，有啊，是一部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哎，这是电影还是剧啊，这不就是鬼灭之刃吗，他的妹妹不就是他半人半鬼，不就是嘴巴要塞一些东西免得他咬人，亲爱的对象，亲爱的马克玛丽，在今天晚上我会在虾皮直播哟，哇哦，几点，晚上的7点吧，然后在虾皮的书城，哇，这是一个蛮长的宣传耶，从9月29、30号发书，到12月初还在打书，是不是今天这个算是最后一个了？目前算是最后一个了，目前算是最后一个。然后上礼拜是我们两个一起的最后一个了，没错，没错。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亲爱的马克玛丽，因为现在还是会看到很多在情海浮沉的人。当然，我也知道一本书真的没有办法做些什么，就像《智商笔记》看了，你也不会真的变好。但是那是一个契机，那是一个让你去了解自己跟认识自己的契机。那是一个种子。对对对对对，我也很希望可以做出什么东西，可以就是马上一颗药塞到你嘴巴里，你全部都懂了。不是，你应该要像猎人那个谁啊，把那个射进他的脑袋，他就有了。帕克诺坦哦。对对对对，你想要什么东西，想解决困扰吗？把这个子弹给你。对啊，就是当这个世界有这种东西的时候，我真的是蛮期待的。这个东西会被滥用的。我蛮期待的这样子，就是啊，你焦虑，你需要解决焦虑方法。你拖延，你要准时。赞，超赞。我们都变成我们不认识的人。那人还有个性可言吗？可能只剩欧露麦斗吧。我就问这一段要讲几部动漫？还没讲到那个运动杀球的那部分嘞。
绝关系，不约定不勉强，这种情爱的对象仿佛更理想，对的人可能成为伴侣，或关于你我拥有了默契，我要找到你的方法，你去蔡依林亲爱的对象，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今天已经在节目要结束了以后才来这通电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你播歌了呀。嗨嗨，你好，怎么了吗？啊，不能播歌了，对不对？我刚听到马克说了。对啊，为什么要到拖到最后一刻才打电话呢？没有，我本来要打了，然后我就是放工作上面，就是，然后我一看到时间啊，来不及了。但我还是想打。对，哎，好吧，那没关系啊，不好意思。下周再会。好，拜拜，拜拜。拜拜。I'm gonna fly away. I'm
我要把你的恶行恶状都 po 上 IG。 你这个人我 solo 戏，你太可怕了。张仁宇的魔女来到今天的最后，说到了魔女，当然这首歌就是魔女的条件的主题曲，但是现在可能大家已经根本不知道谁是魔女的条件，谁是龙泽秀明啊，龙泽秀明谁啊，松岛菜菜子谁啊，我只知道这首歌好像是一部日剧叫做 First,、初恋 First Love 的主题曲，就他们一直用那首歌嘛，对啊，最后跟你说声再见喽！我是马克，我是玛丽，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欧马克，玛丽的象牙塔，丽是美丽的丽，我们还有我们的 Podcast 跟 YouTube 频道，上班可以听马克信箱，明天见。忘れたくない言葉かり。